Hello， 大家好，老师呢今天会把第三课给结束掉，那为了怕今天讲述的时间太长，所以会切成两个部分，分成两支影片分别上传。 OK， 那么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，一样先帮大家快速的做一下复习哦。首先第一题， Who is the founder of 蒙古帝国呢？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成吉思汗。来，成吉思汗跟他的孙子发动了三次西征，创立了蒙古大帝国，这是成吉思汗。那么他的孙子之一忽必烈是灭掉南宋元朝的开国者，所以这两位他们在历史上的一些状态要分清楚，分清楚。 OK， 再来下一题。南宋有个宰相叫做文天祥，曾经留下著名的诗句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他坚决不投降蒙古人，但假设啦，假设他投降的话，在元朝按照课本叙述，他会被列为是哪一种人呢？没有错，南宋的宰相，原本南宋统治底下的子民会被列为南人的身份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复习完之后，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，宋元时代的商贸跟文化交流。好，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，宋元时代是个赚烂了的时代，它的贸易非常非常的兴盛哦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在海路上，他们已经懂得把指南针应用在航海的使用了。哎，大海茫茫，哎，海天一色，哎，那个出海完全分不清楚东西南北，怎么办？指南针可以帮你啊，指南针自动指向南方北方，你就可以判断位置，你就可以规划航线，你就可以发展更长途的远航去跟世界各国进行贸易交流了。所以宋元时期的贸易非常发达，其中有赖于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哦。 OK， 那海上事业做得很发达啊，会有什么东西延伸出来咧？来，我们看张照片哦，看什么嘞？这张照片你看到什么？对，你看到一只狗，这只狗在干嘛？没有错，在闻，在检查行李。是的，这是气毒犬米格鲁啊，是我们经常在什么地方看得到？你不要跟我说机场，古代没有机场啊。如果扣掉机场，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会看到？港口，对。海关哦，讲到海关太棒了，很标准的答案哦。OK， 没有错，海关，海关是干嘛的？设在今天的港口，设在今天的机场，干嘛？检查货物有没有违禁品，检查船只有没有窝藏逃犯、通缉犯，对不对？还有干嘛？课税，进口、出口的货物都要课税。那古代的中国也有市舶司，注意，唐朝开始就有市舶司了。对，唐朝开始就有市舶司。那我们来看这张地图，唐朝一开始的市舶司设在这里，这里广州，广州，但生意太好了，港口啊一个不够容纳，所以到了宋元时代又加开了，这里泉州也有市舶司了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哦，广州跟泉州的贸易量一定很大，所以值得官方特别在这边设置类似今天海关的机构，市舶司，检查货物，检查进出的人口，还有课税，课税，课税很重要，国家需要钱呐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在宋元时期，广州跟泉州都有市舶司的设立，这是海路的部分。那么陆路呢？陆路有这个东西叫驿站，你先猜一下驿站是什么？我旁边给你一匹马，这个很棒的提示，你想到什么？没有错啊，马需要休息。你想想啊，这段文字，所有通往各省的要道上，每隔25迈或30迈，必有一驿，必有一驿要干嘛？这个驿站备马30万匹要干嘛？你想想，你今天是一个信差。你骑着马，快马加鞭，要赶到目的地。可是马很累耶，已经赶了一整天的路，在跑的是马耶，背重物的也是马耶，你只是负责骑而已，
所以你明明还想再往前，可是你的马不行了，怎么办？来，道义战，道义战，换一匹马，让马休息，让新的马立刻骑上去，再出发。所以一站接一站，人不休息，马可以一直换，就可以让你一路顺畅，一直到目的地。你说，老师啊，我没有要快马加鞭，我没有要赶信，没有要急件送到，怎么办啊？你就可以休息啊。驿站也提供让人休息、吃个饭、喝个水、睡个觉的一个机会啊。所以你想想，驿站很像什么？驿站其实非常像今天哦，有没有去高速公路跟爸妈一起出去旅行的经验？经过休息站，哎呀，下车尿尿，对不对？下车买颗茶叶蛋，买杯咖啡，然后呢，加个油再出发，没有错。所以现在的什么西螺休息区、清水服务站、东山服务区，这就是现代版的驿站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讲到这边呢，你会发现海陆贸易很兴盛，陆路贸易很兴盛。以前的钱、铜钱或银两都是金属，钱带来带去，一秒钟几十万上下，很重嘞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来看这段资料，来，一起来读一下。初属民，什么意思？一开始属地的民众，属地指的是哪里？蜀汉，所以蜀地指的是四川地区的民众，觉得铁钱很重啊，怎么办？私为券，私下自己讲好，变成 paper money 纸币，为之交纸以便贸易。从这段资料我们可以读到，宋朝的资料仅限四川地区，私下自己交流的叫做交纸，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哦。那到了元朝的时候不一样啦，元朝的时候全国统一发行，忽必烈即位后，皇帝即位后，国家统一发行宝钞。所以你看到旁边这张图片啊，有没有至元通行宝钞，全国通行，然后伪造者处死，然后国家必须保证它。哎，一张纸，一张薄薄的纸，为什么有价钱？他告诉你，你任何时间都可以使用，今天可以用，明天可以用，大后年都可以用，让你安心嘛。而且高雄可以用，台北可以用，到哪里都可以用，你才对这张薄薄的纸放心啊。然后再来政府发给你这张纸币，他也要回收啊，所以代表说他承认这张纸钞是有意义的啊，是有价值的啊。所以政府的各种赋税也都收取纸钞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这张纸是真的有价值的，有对应价值的，所以它必须提供一些信用的根本。所以如果我要拿这张纸币去换真的贵金属白银，我也是换得到的。 OK， 这是货币之所以可以发行纸币，一张薄薄的纸，但是你相信它有价值，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信用根本。最早是在宋朝的时候发行，元朝的时候全国通用。 OK， 讲到这边你一定会非常好奇吧，哇，宋元时代感觉好热闹哦，那他们的城市生活呢，他们的 city life 过得如何呢？我们来瞧瞧吧。在瞧瞧之前呢，我们先回到唐朝的长安城。这一张图是唐朝长安城的地图啊，老师请你先仔细观察这张图，找一下一些讯息。第一个，皇宫在哪里？ Where is the palace? 国王、皇帝住里的，来，住在这边，这是皇宫。那沿着皇宫中间有个朱雀门，有没有？这个朱雀门有一条中轴线叫朱雀大道，把整个长安城分成东边跟西边。 OK， 我们再来找一下哦。那你仔细看这张地图，你有没有看到蔡奇亚里的市场在哪里？有没有瞄到？哎，很明显，东市西市，对，这边就是当时的市场所在地，买东西卖东西只有在市，东市西市才可以哦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叫买东西？因为你真的要去东市西市才买得到东西。那其他地方你看一格一格一格的，不管它叫什么名字，它都是什么叉叉什么，
叉叉方 OK 太棒了，所以方是，我们来帮你清楚定义一下，方是住宅区，方是住宅区，它是指的是 where people live， 那市呢就是商业区，我们买卖的地方。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呢，方跟市是很明显的有分隔的，很明显的有自成一块区域的。再来帮大家增加一下国学素养啊。OK， 方呢，这是白居易的诗，你可以看到啊，一格一格的，每一家每一户，然后邻居街坊，像围棋一样，像种菜的田地一样，一格一格非常整齐。是呢，我们来参考一下杜甫的诗句。杜甫曾经夸他内心的偶像说，李白啊，只要喝酒一斗，哇，立刻文思泉涌，可以写诗百篇。啊，去哪里喝酒？要去长安的市上的酒家，市场内才有酒家。好，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一下，很明显的，皇宫自成一区，东市西市市场也自成一区，然后其他地方都是住宅区了，什么一格一格的永宁坊、升平坊都是一格一格的住宅区。OK， 不过你想，坊跟市分开是不是很不方便呢、啊？我要买东西都要到东市去，都要西市去，我就不能在我家对面买东西吗？我就不能在我家楼下买东西吗？来，我宋朝呢，我贸易这么发达。我跟唐朝一样吗？我可以跟唐朝一样吗？看看我们阳明国中啊，我们阳明国中的后门哦，有没有住这边？有没有住这边？你看阳明公园附近就有个清境大楼的管委会，哦，这边是代表应该是住宅区咯，哦，一个大楼。但是旁边你看早餐店 brunch 印章店有没有啊？前面有个 seven 哦，海苔饭卷哦，玉山银行啊，发财烧腊哦，还有地瓜球呢哦。生意很好，对不对？住商基本上混在一起了。OK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宋朝。第一个你要留意的是，贸易太发达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坊市制度自然而然的废掉了。你家楼下就是全联，你家对面就是 Seven， 你家旁边就是盐酥鸡，好不好？快乐。而且呢，贸易太发达了，所以你想买东西 at any time， 你什么时候都想买都可以买。所以营业时间就没有限制了。啊，既然没有限制，你觉得会出现什么？ Yes， night market， 夜市啊，出现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高雄有个瑞丰夜市啊，哈。那你要知道，夜市最早是在什么朝代出现的？就是宋朝啦，就是宋朝啦。OK， 好。啊，至于瑞丰夜市有什么必吃的美食，请大家自己参考一些 YouTube 的影片。老师很少去，所以不是很熟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如果你想更了解宋朝的城市生活，当时虽然没有照片，可是当时的画家就把他所看到的把它画起来了。所以如果参考这样的画，一定可以最让我们感受到宋朝人的 daily life 吧。好，这幅画是旷世巨作，世纪名作，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哎，它长达5公尺，哎，哇，是个很长的画，所以老师的图只截了其中的一小部分。然后画里面多少人？哎，他画了800多个人，哎，然后牲畜有牛啊，有马啊，有骆驼啊，有60多匹，哎，哇，很多很多哦，在这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，真的是旷世名作啊。OK， 啊，既然是旷世名作，所以很多人模仿，很多人仿作，所以流传了。20-30几幅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版本，那给大家猜猜看。中华民国曾经发行过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邮票，所以我们故宫不是有很多宝贝吗？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迹会不会在我们故宫？人家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哎，也发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邮票，还是人家有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迹嘞？大家觉得嘞？我来公布答案啊。根据一些学者考证啊，真正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迹应该是由北京故宫所拥有，它里面的内容是最接近宋朝当时的社会景象的，所以判断真迹应该是在北京故宫。
但是我们台北故宫也没有在输人的啦。明朝球英有非常多的仿作，也非常的珍贵，因为球英也是个大画家，在我们台北故宫。再来，乾隆皇帝本人很爱《清明上河图》这个画，所以特别请了他的宫廷画师啊。然后呢，因为当时已经传入一些西洋的绘画技巧，所以乾隆时代清朝版本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更厉害了，哇，真的是高清全彩，非常厉害，就在我们故宫。所以我们故宫小编哦，很喜欢拿《清明上河图》搞怪，里面有很多人物嘛，市井小民的样子，哎，其实就像我们一样啊，这可以反映出我们的生活心声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台北故宫哦，曾经呢发行了两套赖贴图 ，OK。你呢有兴趣可以去赖找一下，哎，还蛮可爱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张图，旁边配一句话，哎，我这么可爱，为什么要上班？老师也常常怀疑自己，为什么要上班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加班录影片，让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继续学习哦 ？OK， 好，有兴趣自己去找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部分就先上到这里，然后如果你觉得你还可以的话，那我们赶快接下一部片。我要讲第三个学术发展 ，OK， 所以我们这一集录到这边，拜拜。